感谢各位的到来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上课期间不要抬杠。好的，下次一定。刚开车的叫新司机，开久了的叫老司机，才买的叫新房子，住久了叫老房子。你们也举个例子，才买的叫新电视，看久了叫老电视。才拉的叫新屎，放久了叫滚出去。才拉的粑粑叫新粑粑，放久了叫你怎么也。这位同学，你将来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钱多事少离家近。那是怎样的一份工作呢？在小区门口摆个碗，月收入过万。你有十颗糖，我吃了五颗，还剩几颗？五颗。我再吃两颗呢？你特么再吃一颗试试。三角形是最稳定的，比如三脚架、三脚链、三脚裤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位同学，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以为物理考好了就高兴，几何考差了就悲伤。是什么让一两个小时的电影变成了三四个小时？是网速。迟到喊报告了吗？没有。喊五遍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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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让你喊报告，你为什么要趴在桌子上睡觉？老师，能躺的话谁愿意趴着睡啊？听说点赞投币的人百毒不侵。好的。